敢蒙此监官状我飞龙当面谢过？岂敢，威武百度活老之谢，桃园兵败战翁侯之礼也。哎呀，惶恐啊，惶恐！翁侯驾到，红壁生辉，北得有咎，与翁侯罢战。怎么，到此就要讨招啊？当得的秋雁白下。可中意否？大人所赠之物，赛过旧物多矣。但不知这金冠是何两宫巧匠所作？并非两宫巧匠，乃小女亲手制作的呀。是令爱亲手制作的呀。是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世上竟有这样聪明小姐。小将有意请小姐去谈当面拜谢，不知大人你一下日何往？这个，哎呀，我冒昧了。你我乃通家之好，渐渐有待国方。啊，家园有，有请小姐吃汤。是，有请小姐吃汤。
人啊，问候这位小姐，干么就是林阿姨么？真是啊，好啊，这就是你平日敬重的吕文侯，还不相见见礼呀、啊？是，问候秦上，奴这厢万福。不敢，小将有。何不请小姐一同日夕同饮呐、啊？好，好，好，儿啊，快快与问候把盏。不敢劳动，不敢劳动。问候请。小将赞好夸口，将军功过云天，将将有待国方啊！儿啊，你素日敬重将军的英明，今日可愿听将军一叙啊？小姐愿闻。好，如此。小姐听到了，
大人朝皇有事，请大人前去。知道了。是。下官朕与温侯饮酒，不想朝中有事，若是前去无人陪伴温侯，哎呀，这倒两难了。哎呀，这啊，大人，温侯，既然朝方有事，小将暂且告退，待你再来请大将。慢来慢来，哪有不欢而散的道理呀？也罢，就请小女在此陪伴温侯饮酒，日何？小姐在此，使不得吧？你我乃通家之好，怎么使不得？何啦，为父朝中有事，你在此好好的侍奉温侯，为父取取酒来。不要这样小家之气，为父在朝传掌温侯，你呀要好好的侍奉啊。大人，你去取酒来呀。好好好。弟弟，你要快些回来呀。我晓得了。小姐，请坐。温侯，请坐。问小姐犯病，小子调查青春几何啊，二舅年华，可曾使人访？这上位，春立志，怎么错过假期？已经有孕，谁归中计？小姐既知迟归中计，你可知时机要孕，要挑淑女，君子好啊，求可算
借机之不是英雄必就该学学什么许配英雄啊既蒙小姐见允，俺焉能负母？吕布之心，对天一表，苍天呐！小女之意莫令俺美人也。下官有意将小女许配温侯为妻，如何？大人，此话当真呐、啊？当真。好，如此，岳父大人，请上小轿去。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俺不知这几期约在何时啊？这几期么？我们来算算日期，算算日期。今日十三，就是今日、啊。哎呀，来不及了。明日十四，明日也好。哎呀，又是个月，月季也无方啊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后天是五，是五日。哎呀呀，是五日，又是个大日期。哎呀，你看这倒难了，就是的。也罢，准定十五日送小女国府成亲，日何？十六日，十六日，一定，一定，有准，有准呐、啊！告辞了。